后来，这个武汉肺炎大伤观光业，真侪饭店想办法自救，俗家大有胎。这个家己有饭店推出着消费券，后一届过来大，会当直接给你赌1000块，甚至有饭店是买一枚送你2枚，一铺过一铺的优待，和过去卡袂到，都要开1000块的国内的旅游，即卖是加进俗。好，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如果使用振兴专案的话，会赠送的1000元的消费券。一般入去饭店登记刷，上加摕房间的卡片甲早餐券尔。嘉义这间饭店唔呐省500块，佫会加予你一张1000块的消费券。后盖来住的时，直接都扣起来，因为即卖疫情影响，观光生意无好。加印了一个，就是我们的振兴消费券，就是我们希望民间企业可以自救。那是感觉安尼阁无够，家己要这间饭店真正是拼俗价，买一枚送两枚，4000级的饭店一枚只要1000多块尔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不得不这样。干贝、蚵仔、鲍鱼，慢慢啊，控汤高级食材，甲硬落顶，像呢吃一顿拢免钱，因为高雄这间饭店主打。房间介绍3600块，就送你电用管3600块。住房送用餐用，或是用餐送住房的一个概念，大概下杀26折的一个优惠。继续落南看，屏东的垦丁嘛出现永年唔捌看到的介绍，两人平常时住的时卡免2000块，4人住一人卡免1000块，介绍拢出现啊。饭店业者聊落去啊，希望讲会使度过这段防疫的艰苦日子。